欢迎光临飞碟唱片行，太棒了！大家好，我是唱片行老板娘夜光奶奶，不得了，我现在手在发抖，因为我今天请来的工读生，香港应该叫打工，打工仔，真的是打工仔哦。对啊，哦，因为我每次都讲打工仔，都觉得好像很失礼，所以香港真的叫打工仔。还有可以说售货员，哦，可是如果是 part time 那种也算吗？兼职。兼职，兼职 part time， 兼职 part time， 哦，好像不错哦。今天我竟然请天后来当我的工读生，我真的是太大胆了。今天呢，因为主人拿了这张专辑，我很久了，这国语专辑，对不对？暌违几年啊？六年，而且这一张专辑其实像一本书一样，它就是答案之书。对，我们先不打开，因为我们要计时一分钟你才可以打开，因为我把它抓好紧。它打开要三十秒啊！打开要三十秒，太久了吗？好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好，好。那我们计时一分钟，主人 OK 吗？可以。好，计时一分钟开始。好，各位朋友，这个就是我的最新专辑《答案之书》。首先它的布料非常的漂亮，你可以真的摸到它的手感非常好，所以它真的是布做的，它是布做的。然后呢，一打开呢，就有一封我自己写给自己的信，因为这张答案之书呢，是希望可以有多一点跟自己对话的机会。在歌的十首歌里面呢，我们都会有对时间的一些概念。我有问题，这个一分钟之内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问。Okay. 这里面有小插画，要这样子看才看得到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小巧思吗？对呀、啊，是我自己画的吗？但是呢，我也不知道七画它会放在哪里，然后没有想到它是放在我的信里面。但是要大家小小花心思，就你要放在灯光下，灯光下那就可以看到。真的，因为我刚刚就想说奇怪，怎么会我好像很厉害，哇，不愧吧，老板娘就是不一样。这次的专辑呢，照片都是用黑白的，就是把那种时间点抽走，希望可以制造一种经典的感觉。很多手写耶，都是你自己写的吗？都是我自己写的。哦，所以这个牙牙牙也是你自己写的？歌名也是我自己写的。哇，对，孤单喧哗，对，就是希望可以有一种比较繁璞归真的感觉。对，因为你知道现在回归初心，专辑其实大家都做的比较简单了，很少会把专辑做的就是这么的用心，而且你看它还有好多哦，还有背后也有我自己的手绘、这个啊、哦，真的啊？对，但是最重要就是这张的专辑的 slogan， 实践是最好的解答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怎么这么厉害？一分钟还没到。你太厉害，一般连我问问题还会耽误你一点时间呢。他竟然一分钟，你干嘛？你作弊哦？天后不敢不作弊。哦，作弊了，我觉得就是对，一分钟怎么这么长啊？超过一分钟了。他说天后不敢不作弊，好，就是一分钟就是这样子。好的，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肉柱儿来当我的工读生，那我们飞碟唱片好，下次见，赶快去支持这一张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带回去哦。拜拜！谢谢，比方太多了。对。好的，谢谢，我来去。